大家好，我是万浩年。这期海藏专题的话题是圣葬。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为什么小忍对雨田如此重要？关于雨田和忍者圣葬。接着我们53期海藏专题，我们所会者讨论的雨田的传奇之死和小忍的尖刀恐惧症之间所可能存在的关联。这期海藏专题，我们就围绕小忍的身世来展开另外一番和雨田的传奇所有关的胡扯。说到这里，我们就回到39年前，年龄18岁，已经是花之都人气王的广域雨田，在首次登场时与火葬场的一堆尸骨上大口吃着广东煮的桥段。从旁边死者的亲属一名小女孩哭着喊圣葬爷爷，以及火葬亭子旁边写有人文圣葬的画符，我们就不难得出火葬场的死者，也就是应叫做圣葬的老人。归于个性的雨田在圣葬的尸骨上吃完广东煮喝完汤后，也不忘将一葫芦的酒放在圣葬的尸骨上，说圣葬下回再供应，就是在另外一个世界了。在进入这一剧情的几百六十话刚发布时，圣葬到底是谁，确实一度让我们完全摸不着头脑。然而在漫画970话20年前貌美的女忍者小忍在雨田讨伐凯多时勇敢的挺身相助后，有关圣葬的胡扯线索就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眼前。而突破点其实也就是小忍在20年前后不管相貌发生了多大变化，但他从童年开始却始终都没有变化过的发型。而如果将童年小忍的发型和在圣葬火葬场喊着圣葬爷爷的那名小女孩的发型和刘海做对比，我们也就不难发现这两名小女孩其实也就可能是同一个人。在39年前个性和男人味十足的雨田又离开圣葬火葬场的时候，所有的女性包括圣葬的孙女就已经深深的为雨田所着迷。而这可能也就是圣葬的孙女为什么会在后来可能会跟随圣葬的道路加入到当时的将军受气烧的忍者部队之中。因为在爷爷的葬礼上，小女孩也就可能是后来的忍者小忍已经深深的崇拜上了光月雨田。而推回去再进一步胡扯强烈来说，有可能是小忍爷爷的圣葬，也可能就是侍奉光月家族的一名忍者家臣。那么胡扯到这里，可能是光月家臣的忍者圣葬和光月雨田之间紧密的关联又该如何解释呢？其实这个问题雨田有可能就已经在雨田正式登场的漫画960话剧情中告诉了我们。而突破点也就是在早雨田出现的那份留在971话再次出现为桃之助实施试毒的那位光月家臣为受气烧所读出的有关关羽田在18岁前所有辉煌事迹的汇报卷轴之中。如果我们以小忍经常在执行的七天任务为线索胡扯来说，他的爷爷圣葬的任务可能也就主要是跟踪和七天的任务。再进一步胡扯来说，将这份汇报羽田事迹的卷轴记载下来的人物也自然可能就是被受气烧安排跟踪和暗中保护羽田的忍者圣葬。而从这份汇报记录的羽田从0岁到2岁再到4岁6岁8岁9岁10岁14岁15岁18岁所有辉煌个性经历的情况来说，圣葬也就有可能是从羽田出生开始直到他成年18岁都一直在暗中跟踪和保护着羽田。而这可能也就是圣葬为什么会对重情义的光羽田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从某种层面来说，他可能就是羽田在18岁之前的守护神。而说到这里，有关可能是圣葬孙女的小忍为什么会对羽田如此重要的原因，前面大家就已经非常明了了。圣葬可能见证了光羽田人生前18年的辉煌，在他离世之后，羽田要亲自为他送行。可能是圣葬孙女的忍者小忍则是完全见证了光羽田人生最后5年的传奇，而在生命的最后替曾守护自己的圣葬最后一次保护完小忍之后，在下一话也就是972话的海贼漫画剧情中，光羽田可能也就会像他在圣葬葬礼上登场时所说的一样，去另外一个世界找圣葬共饮喝酒。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是王源，海贼专题我们下期再见。